今日我要介绍的中学是位于 Cambridge， 都是全英国 Top 100的公立学校。Parkside Community College 是 Cambridge Top 3的知名中学，学校位置位于 Cambridge 市中心内，步行6分钟可以前往 Grand Arcade 大型的 shopping mall， 附近都会有不同的餐厅和各国的料理。学校的 Ofsted 评级为 Outstanding。Parkside Community College 提供 Year 7至 Year 11，并且可以原校升读 Sixth Form College。学校 GCSE 平均分为 B 加以上。学校 Year 7收生人数为120人，如果遇上超额收生的情况出现，同样地会以学生的兄弟姊妹入读关系、学校同屋企地址的直线距离，都会纳入超收条件当中。这间学校会采用平均收生机制，即是代表即使在志愿排名表格上面填写为头几名的志愿，学校都会按返实质超收条件的 criteria 去分配学位。换言之，这间学校对于派位志愿都是次位的重要。我今天都会同大家简单 walk through 整个校园的设施。校园设施包括 Dream Room、 Drama Studio、 Music Room 等等。学校仲会提供 Extended Learning 俾学生在家学习，提供学术上全方位的支援。学校由小路转出大路的位置，都会有大型的 Sport Center 同埋 Swimming Pool。课后仲可以约埋同学仔一起去做运动添。Cambridge 的 Parkside Catchment Terrace House 三房屋价售价由550,000起。我哋上一次做 viewing 嘅呢间屋，佢哋学校步行15分钟。这个屋仍是三房两厕，预计装修的费用为15,000作为翻新入住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我们是英国银桥地产。